别棒，特别棒啊，特别棒。他所有的遇到突发情况，所有的表现都不愣不愣的，不愣不愣的，对对对，像一只小精灵。完了，然后眼睛是不灵不灵的。对。然后刚才林允跟玲姐演戏，有没有感觉哪些点是你接不住的？我觉得没有点是我接得住的。有台词和没有台词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没有台词的会更自然一些。没有台词更自然，因为我背不出来。好，那其实呢，通过试戏、飙戏两个环节，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实力。接下来呢，这两位就要正面对抗，因为你们还有一个终极对手戏需要合力去完成。那我们根据游戏规则呢，刚才会有一个开心值。林允飙戏环节开心值是91，东河两场的开心值是183，宋小宝飙戏环节开心值是95，东河两场的开心值是185。所以根据我们的规则啊，是宝哥你会拿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剧本，而我们的林允他会拿到的是一个即兴的剧本。哇，不不，你这样，我不爱演完整的剧本，但是我还不愿意背词儿，给我个即兴的，妹妹你来那词儿的行不行？你我吗？嗯，我背不出来了。那大家同意吗？宝哥这样的操作没问题，可以哈。二位出发。